OK， 所、so, 以其实哦，我们现在 Sky World 哦，在帝王山跟 Starbuck 这两个 location 呢，我们一个主打的一个 condo 啦，都是做这样子的，二十尺的 living area。OK， 这个 layout。所以我们在 Starbuck 呢，我们有 Curvo Residence， 我们在帝王山呢，我们就有 Vesta Residence。OK。如何二十尺有什么好处啊？首先你要看啊，如果你未来的家啦是的客厅啦是二十尺的话，其实它基本上就很像一个 landed layout 样子，因为 OK 你的客厅、你的吃饭厅还有你的 dry kitchen 啦，它都是 share 着一个 space， 我们叫做 horizontal open space design。也有什么好处呢？采光很好，因为它是二十尺 OK 的采光，你看到的东西是 full glass panel 的，一直到落地的门。外面的 balcony 还是 full glass 到完的 ，OK， 所以这个是很特别。OK， 不要看那个，不要看那个，只是大概听我讲就可以了的。有什么东西我们 showroom 见 ，OK，call 这个号码 ，call 这个号码，我们 showroom 见，我一直在讲给你听 ，OK。Nice。